六七八九十试咪，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试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烟嘴得唔得？烟嘴得唔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大多少少得唔得？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依度唔该，系啦。哦，等等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九八七六五。A 一黐喇叭 ，A 二插个 jet 头，调翻转，哦，调翻转，调翻转。一者系插 jet 头，二者系喇叭，麦收喇叭，个麦收喇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是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A 二系是咪收喇叭，收咪收喇叭。好快，一二用指挥收个喇叭，收咪收喇叭。另外呢个先叫好喎，唔系，我平时咧，我平时咧系直插镜头，我镜头俾收声。加吧，唔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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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傅啫，師傅應嗰頭嗰邊撲街啦，仲有嗰頭。十一，你係打上邊先？你打我十一。基本上咧，基本上嗰班都而家唔使歐飛食嘅。以前一流我要，而家 ship 住我。我先去坐。我現在好像不懂嘴喎，除非你是 TVU 那些東西在這裡說，也有學會咯，好像不懂嘴。天師傅執過來，其實有陣時全部都係你嚟嘅，好出奇。
咁今日咧就係、我哋試咗個麥先。個人證件部助理處長陳天慈先生會同大家講解一下新智能身份證同埋我哋全民換證計劃嘅詳情嘅。係。各位新聞界的朋友大家好啊，午安。咁咧，今日我咧就会同大家简介一下新智能身份证嘅推出，同埋全港市民换领身份证计划嘅一啲嘅详情嘅。入境事务处咧将于今年2018年嘅11月26日开始，就签发新式样嘅智能身份证。咁由嗰日开始咧，所有喺任何一间人事登记处申请嘅身份证嘅人士咧，都會在獲證發證的時候呢就會獲簽發這個新式樣的智能身份證。而在當個日子之前所申領的身份證的人士呢，就會繼續沿用發開現在大家手上揸住的那張的智能身份證。而在人事登記處入面主要辦理申領身份證的人士呢，總共有五類，包括了年滿11歲的申領兒童身份證的人士，年滿18歲申領成分身份證的人士，新來港的人士，身份證是遺失了或者是損毀了、損壞了或者污損了而需要補領的人士，最後一類就是要想在更改身份證上面的資料的人士。而另一方面呢，全港市民換領身份證的計劃呢，亦都會在今年的12月27日展開，屆時所有持有智能身份證的人士呢，都會獲邀在指定的期限之內，按他們的出生年份呢，是分批到我們新設立的智能身份證換證中心那裡是辦理這個換證手續。視乎實際那個的進度呢，預計整個換證時間表是需要4年時間去完成的。為了方便市民呢，我們是會設立9間新的換證中心，在全港不同的地方都會設立的，包括了灣仔的港灣道、觀塘偉業街、旺角登打士街、荃灣德士古道、沙田的安群街、上水的龍心道、屯門田景路、元朗的西青街和將軍澳的唐賢街的。所有換證中心的選址呢，都是地方適中、交通方便的。為了進一步服務市民呢，我們今次換證中心的服務時間呢，是會比上一次的換證計劃呢是再長的，是由星期一到星期六，由早上的早上的8點直至到晚上的10點，那呢就是星期日和公眾假期除外。那和上一次的換證計劃相同，今一次在整個換證計劃的有幾個階段裡面呢，我們在第一個階段呢，就會是先安排了入境事務隊的成員、警務處的人員、勞工督察，他們呢就會先是換證的。主要的方便呢，就方便他們可以熟悉了這個新的身份證，方便他們在執行他們的職務上面打擊一些的、非法入境或者是非法勞工的活動的時候呢，方便他們的。而同樣地呢，行政長官、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的議員和主要的官員呢，亦都是選擇在這個時段那裡換領身份證，好讓他們可以推廣香港的最新的智能身份證。而緊隨其後，在明年的1月21日至到3月30日呢，凡是在1985年或者86年出生的人士呢，就必須到任何一間的智能身份證換證中心那裡呢辦理這個換證手續。而緊隨之後呢，明年的4月1日至到6月1日呢，就到1968年或者1969年出生的智能身份的人士，他都要必須去到任何一間的智能身份證換證中心那裡辦理手續。那和上一次的換證計劃相同呢，其他年齡組別的市民呢，在換證時間的時候呢，我亦都會隨著我們整個換證計劃的時間表呢而可能會有所調整的。但是大家放心，我們會適時呢是跟市民大眾是公布的。無論所有人士他是在我們的人事現時的5間人事登記處或者是9間的新開設的智能身份證的換證中心到上來做辦理手續的時候呢，都要先行預約的。預約的時間呢，就會由下一個工作天開始呢
打後的24個工作日，大約即是4個禮拜左右，市民就可以 在這裡揀選他們合適的時段去到進行這個辦理手續的。為了進一步方便市民大眾，我們都提供了我們自己利用了一些先進科技。在今一次的換證計劃裡，配合今次的換證計劃，我們將會在今個月的29號就會先推出了這個，在網上呢就會推出了一個預約服務，同埋呢同一時間呢是可以俾埋市民呢是預先填了表格，咁變咗呢方便嚟緊我哋人事登記處辦理手續嘅市民呢，佢係可以更加簡便，到時登記嘅時候嘅手續呢會更加簡便暢順。咁而喺下個月嘅12月26日開始嘅時候呢，市民都是透過我們入境事務處的流動應用程式，我們的流動應用程式會有一個更新版的，到時就會加了一些新的功能，就方便市民是預約和預先填表，而將來市民也可以透過這個的新的功能呢，是做這個全港市民換領身份證計劃時候的預約和預先填表的。而另外也鑑於香港近年來的人口變化，我們入境處今次整個全民換證計劃的安排，為了方便市民和一些有需要的社群，我們在整個計劃裡面是加了一些關愛的安排。首先就是身份證的持有人在他自己所屬的組別那裡，在更換身份證的時候，他可以攜同兩位65歲以上的親友，即是1954年或以前出生的人士，一起来办证，这样就可以使到这些长者呢就不需要在他自己个别所属的年龄层另外来换证了。另外呢，我们在明年即是2019年的第二季开始呢，我亦都会入境事务处亦都会首次以这个外展形式，是会到访全港九新界離島所有的安老事務院、安老院舍和殘疾人士的院舍，為居住在那裡的院友住客呢是提供這個到訪的院舍換證服務，使到這些院友呢是可以是就這樣在個院舍換證，而不需要有這個舟車勞頓地是來到我們換證中心換證的。當然視乎他們的意願，他們都可以選擇在他們自己的換證時間那裡是到我們的換證中心換證的。保安局局長呢就將會發出這個命令，訂立以上的換證工作的一些詳情的安排。立法會呢會以這個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完成了之後呢，本處就會落實有關的安排的了。咁我哋都想提醒現時身處喺外地嘅香港居民，就唔需要單單為咗換領呢一個新換更換呢一個今次嘅新嘅智能身份證咧，而需要趕翻嚟香港嘅。如果佢哋將來咧係未能喺限期之內換領身份證嘅話咧，佢哋只要喺佢哋翻嚟香港之後嘅30日內辦理呢個手續咧，咁就冇問題噶啦。咁另外對於一啲而家身處喺香港，但是可能因為一些的年長啊，或者是一些的身體問題而不能夠來到我們換證中心換證的人士呢，本處呢是會繼續安排簽發給他們一些豁免登記證明書的，這個安排是沒有變的。為了令到廣大的市民更了解我們全民換證的計劃和各項的細節詳情呢，我們呢是會透過不同的渠道亦都分不同的時段呢會作出宣傳的，向大家介紹這個新智能身份證同埋換領智能身份證嘅一啲嘅詳情嘅。咁新嘅智能身份證咧，集聚多項先進生命嘅防偽特徵於一身，確保咧市民嗰個嘅個人資料咧係受到保障嘅。另外，我亦都透過咗呢個晶片嘅一個無線傳輸嘅技術，方便市民咧係過關嘅時候咧係會更便捷嘅。咁我哋咧係今日咧就為大家咧係會稍後我們會為大家先播放我們第一段的宣傳的電視的短片，在這裡就為大家首播先到為快的。內容主要就環繞我們新身份證的各項特徵的，這樣就多謝大家。
片咧就係維持30秒，咁由今日開始咧亦都會喺電視台嗰度咧就係播放出嚟嘅。咁而家請大家可以先留意歌幕。喺呢個新時代，我哋一齊邁向未來。發展一日千里，新嘅城新新政，防疫更強。堅持做得更好，讓香港再創高峰。獨特嘅設計加上精密嘅防疫技術，先會萬無一失。夠快，夠快，夠快，試試可以衝出世界。新智能身份證更快、更有效率。新智能身份證，見證新時代，穩步創未來。就會係答問時間，咁我哋會請翻陳 Sir 出嚟啦。麻煩咁多位，如果想發問問題嘅時候，先講出機構名稱同埋自己名稱嘅，唔該。唔該，停翻一個字係咪？我想問翻陳 Sir 幾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咧就講翻就係你哋嗰個換你個 time schedule 咧，我見到第一批咧其實係1985、1986年嘅，係一轉到去1960年、1968、1969。我想問你哋點解會係1985、1986嗰批會係最先優咧？因為我記得上一次食之前嗰批咧，其實係好似係年齡係40多、50歲嗰批護士，咁今次你會揀呢個啦。第二就係我想問啲攻略嘅，即係大家好作關注嗰張身份證開檔頭10多年咧，影相嘅時候有冇啲要注意嘅事項？譬如話會唔會可能女士啊或者男士都好啦，佢哋即係有啲咩嘅情況可以令到自己嘅樣影得樣靚啲，同埋去到嘅時候會唔會可以俾到市民咧可以選擇幾次，影到覺得係滿意？現在下人才可以，可以講一下，麻煩。 OK， 好，第一個我先講了換證的時間表。其實今次我們先選擇了86年換證的呢，其實我們有三個考慮因素的，主要整個換證時間表呢，就是第一個呢就是那個簽發那個時段，即是這個人這個市民現在揸住身份證簽發時段。第二個是過關那個頻率。第三個人口分布。其實如果大家記得翻咧，我哋喺2003年6月嗰陣時推出上即係第一代嘅智能身份證嘅時候咧，我哋先咧就喺5間換證中心度，先為一批年滿18歲嘅人士。咁嗰批人士正正就係86年出世嗰批人士，所以其實佢哋而家咧第一批人士都係揸嘅身份證咧，佢哋咧係持有係最耐嘅，所以係正正係符合呢個標準嘅。是啦，影相嗰度咧，我都知道呢个系市民大众都好关心嘅。我哋其实喺我哋大家，我哋有个网站嗰度咧，会有啲资料提供。咁亦都因应今一次咧，我哋会系拍一啲嘅宣传短片。稍后咧，我哋系会请咗一啲嘅有啲嘅实际上可以有啲嘅示范俾大家睇到，即系点样拍照咧，系个效果系最好。同埋放心咧，就係我哋上一次嗰個智能身份證嘅換證計劃，甚至係而家大家市民如果經歷過咧，都會知道咧，其實影相咧都會俾市民有選擇嘅。咁基本上咧都係市民會揀到合心水啦，就我哋佢即係佢可以收貨嘅嚇，呢個放心嘅。而家因為而家嗰個示範係嗱，我哋講有幾樣緊要啦，譬如女士咧就其實唔需要太濃妝咯。同埋有其有啲主要係唔需要太濃妝啦。同埋咧就係話，如果係影相衣着嗰度咧，有領嘅衫同埋有少少顏色甚至係深色嘅衫咧，係會突顯出嚟個效果係會更加好嘅嚇。咁另外咧就係唔可以戴帽啦，唔可以戴茶色啊深色嘅太陽眼鏡啦嚇，亦都唔好一啲即係唔需要一啲好誇張嘅髮型啦嚇。咁呢個主要係一啲基本嘅。OK， 咁但係會唔會譬如話女士所謂化淡妝啦，咁
但係眼鏡方面，譬如我啲眼鏡，好多人戴眼鏡，可能會有反光嗰個嘢嘅。同埋，因為譬如我哋影外國啲護照嘅時候，護照上咧講到明咧，眼鏡框係唔可以太粗，遮住眉或者點樣咧。我想問你哋呢啲需唔即係我哋戴眼鏡人嗰啲咩？譬如係咪眼鏡框都唔可以太過粗？呢、這個盡量我哋係個眼鏡嗰度咧，唔會影響遮咗隻眼咯，嚇、啊！即係呢個係啦，即係唔會遮到隻眼咯，即係主要個眼鏡框嗰度咧，嚇、啊。另外想問埋就係頭先你講到就係話你哋嗰個嘅誒，呢啲要有示範啦。呢套片會幾時出嘅示範？我哋應該係十一月初度就會有噶啦。十一月初係。出呢一個示範片係咪？即係上一次你哋就冇。系啦，今次我哋就会有多啲互动形式，因为今时今日了解到市民大众都喺啲视频度咧，中意睇一啲嘅短片吓，因为纯粹用文字解释咧，都系可能比睇段片咧，会大家会掌握更多。头先话可以拍片，即系拍相拍到我哋满意为止，会唔会都计一嚿？上一次就话可以有三次嘅，咁今次会唔会都系三次？其实可能都俾多几次机会我哋。其实我哋基本上咧就系会系每一次都系两幅相俾个市民拣，就拣一幅。咁跟住拍多几次就呢、这个就视乎佢市民嗰个情况咯。呢个视乎嗰个 staff， 视乎嗰个员工。如果员工有心情好啲，我俾多好靓女咁咪俾影多几张啦。因为我自己都有时去睇我自己啲馆咧，就算而家现时咧，其实啲市民都。佢都好緊張嘅，佢都會直頭教啲市民點樣，有時點樣梳啊，點樣個位啊，咁所以就大家市民放心嘅。基本上我哋都係今次其實我哋因為嗰個身份證幅相咧，我哋都會比原先嘅會大咗三分一嘅。咁所以嗰、那個同埋嗰個係會更加高清嘅。咁所以我哋都係著重咗呢、這個相片個質素同埋效果嘅。嚇、啊，咁市民大眾可以透過將來拍。即是办理手续的时候在荧光幕都看到自己的相片他满不满意的。是。是首先我哋计翻嗰两个时段嘅人数咧，我大约系差唔多300,000到。每一个。咁但系咧就跟住个年龄层咧，每一个都有少少唔同嘅，个分布有少少唔同。咁另外咧就系讲紧如果喺呢两个年龄层嘅人士，佢可能有啲嘅个人嘅原因，佢唔能够喺呢个换证时间表度嚟到办理手续嘅话咧，譬如话如果系身处海外，正话啲讲过啦，身处海外嘅人士咧，咁其实冇问题嘅。佢到时翻嚟香港之后咧，30日内办翻个证咧，咁就冇问题噶啦。吓，咁另外一啲嘅其他原因咧，我哋就要个别处理，睇下佢系咩原因咧。可能佢系身体有问题啊，咁嗰啲我哋都会酌情考虑，即系稍后处理咯。咁咪就要个别嘅情况再处理。其实根据而家人事登记条例咧，我哋系要求因为保安局局长发布咗个命令之后嘅话咧，佢要跟个时间表去换证嘅。咁如果佢唔跟嘅话咧，其实佢系会触犯咗一个嘅条例嘅。咁而如果真系经定罪嘅话咧，最高嘅刑罚咧就系会系罚款5,000元。吓、啊，系。
第一个问题咧就系话，其实咧就系、是、如果而家嗰个我哋讲紧嗰个年龄层换证，譬如话而家我哋讲紧，举个例子，1985、1986年，佢系自己办理身份证嘅时候咧，佢可以带同佢两位65岁以上嘅亲友去换证嘅。咁呢个就系佢喺佢自己年龄层换证嘅时候咧，即系呢个时间表。我而家讲紧系譬如话，2019年1月21日。至到2019年3月30日期内，佢自己换证嘅时候咧，佢可以带两位亲友同佢一齐去换证。咁呢个方便咗咧。以往我哋考虑一啲安排咧，就系话见到有时咧系自己换完证，可能到啲屋企人又因为佢可能年长，佢要需要即系又要攞假，另外攞假咧又陪佢哋去换证。咁而家今一次咧就省却咗呢个唔需要麻烦啦。佢自己换证嘅时候咧，可以带埋呢啲长者一齐换证，即系主要我哋要安排呢样嘢咯。另外咧就网上预约咧，而家如果系跟我哋而家人事登记处嗰个预约咧，就系、是、一个人咧就可以有四个位嘅，即系譬如啲新来港人士嗰啲。咁但系如果系将来讲紧嗰个全民换证计划个咧，就系、是、一个会两个咯，一个最多带两个咯。咁但系如果系超过两个咁点算咧？即系如果啲特制情况，如果真系有需要嘅话咧，咁啊可能再同我哋联络，咁啊留低啲资料俾我哋，咁我哋会联络翻嗰位申请人，再同佢了解下情况，佢咪有实际上嘅需要，咁我哋再作安排嘅。想上啲意思即系话嗰段时，譬如我约一点钟要换药，咁啊嗰一点钟嗰个咧就系我可以带两个去换啦，即系我到时我需唔需要预嗰度写明埋，我要带多两个亲友去做噶，同埋我记得上一次咧阿師咧，佢即係做示範嘅時候咧，有講過，或者出邊咧，嗰啲中心有自己去輸入啲資料嘅。嗯，嗰個算唔算係預約？因為其實我唔需要預約，我行埋去再排隊就可以輸入咧。嗰係咪另一條隊去做嘅？我哋講嘅預約咧係有三個途徑嘅，可以係網上啦，可以係將來出嗰個嘅新嘅流動應用程式啦，個 apps 啦，或者係用嗰個話音電話。咁咧，如果係要预约三位人士咧，佢系三位嘅资料咧输入嘅，咁佢先个电脑咧先会又帮佢留三个位嘅。咁而正话阿明明你讲紧嗰个嚟到嘅时候，我哋再有啲自助服务站嗰个咧，就系、是、俾个市民去确认佢出现咗嘅时候咧，佢就会再输入啲资料。咁如果系未有预约嘅话咧，佢真系如果要做嘅话咧，咁就視乎到時我哋嗰日仲有冇額外嘅籌俾佢啦。如果真係有籌嘅話咧，佢係要先要去咗我哋嘅櫃台度攞咗個籌，然之後先至去呢啲自助登記站度咧，係輸入啲資料嘅。係，我想問你哋有冇每一間酒間嘅換證中心咧，有冇預計咧平均一日咧可以處理嘅 quota 幾多咧？即係有可能市民都有呢度比較繁忙嘅日子，譬如可能禮拜六咧，可能啲人放完假，你放假禮拜佔翻個禮拜六先至可以換，可能特別繁忙啲時間，你哋可唔可以真係俾人心人，最少可以俾一個月時間我哋揀啫。咁但係有時候可能都有啲高峰期嘅時間，你哋有冇遇到大概個流動點樣？我哋而家就每个时段咧，而家暂时都系睇到有两个月啦。咁然之后我哋每一日嘅处理嘅丑数咧，大约系7000几嘅。即系每一间平均7000。唔系夹埋九间馆。9间夹埋7000。系。即系平均一间都处理几唔够1000宗。系。但系有啲人口，譬如新界区人口比较多嗰啲，会唔会系会 jam 住咗咁样？即系到时可唔可以跨区去换啊？得唔得？哦，冇问题嘅，呢个系市民选择咧，佢自己系选择边一个地方方便佢咧，佢就可以做呢个预约。其实今次我哋点解会先提供晒啲预约服务俾市民咧，都系佢自己可以系先选择佢自己适合嘅时段，同埋如果佢能够预先填埋表嘅话咧，咁成个流程咧嚟到嘅时候咧就好畅顺啦。咁佢基本上嚟到我哋自助机度咧，即系印翻一张表格出嚟，签个名，咁就等影相，影完相之后咧。即系一个手指模咧，个自助机度攞咗，咁然之后影完相之后咧，我哋就发个收条俾佢，咁就走得啦。咁成个流程有冇预计每个处理嘅时间大概系几钟？即系如果万一我未唔系喺网上预约嘅，我系喺佢嚟到先至即系填表、打指模、影相。你哋预计大概一般平均 average 几多嘅时间？我哋而家預計咧，咁啊視乎那個申請人佢自己對嗰個畫面輸入要幾耐到啦。咁我哋預計咧就應該半個鐘到咯。嚇。系啦，
咁同埋咧，就市民大眾都放心嘅。如果真係有啲朋友咧，佢哋係對於呢啲輸入有困難嘅話咧，咁其實我哋會有同事幫佢嘅。咁我哋又會係啦，有啲當然對於呢、這個自助機佢唔識處理嗰啲，咁我哋另外有同事咧會幫佢安排幫佢輸入資料。系，其實人手方面，其實即係感冒中心嗰度會有幾多人啊？另外，即係展嗰度咧，其實你係即係會有幾多？同埋頭先有講到就係話咧，有啲黑衣護證嘅人咧，其實會即係違反個條例咯。其實以往嚟講咧，你哋係咪有一啲嘅案例，其實真係有人係黑衣護證咧，係即係唔應該？係。我哋先講人手嗰度啦。咁我哋今次成個人手嗰度咧，我哋有900多人嘅。咁其中有603位咧，就係、是、一啲嘅臨時合約嘅公務員位嚟嘅。另外有300多位咧，就係、是、呢個有時限嘅公務員位嚇。咁、呢個就係人手嘅安排。咁另外正話講到咧，就係、是、我哋嗰、那個喺過往嘅真係有啲人士咧，佢喺過往嘅日子度咧係唔依呢個條例嗰度咧準時嚟換證嘅。咁我有個數字咧，就係2015年到2017年度咧，我哋總共咧應該檢控咗7位人士，咁啊有罰款嘅，咁由應該由500元到2000元不等。好，係。咁要視乎佢係嗱，如果係真係發現到個身份證係自己整到去污糟咗，讀唔到個晶片嘅時候咧，咁佢可能好似我正話咁講咧，就要去5間人事登記處度辦理個手續，咁咧就係即係咁，但係咧就會有個收費咯。係啦，即係但係佢就變咗係佢係會係。當佢係要收翻個收費咯，因為而家我哋正係講緊嗰個全港市民換證計劃咧，其實基本上你揸住一張嘅有效嘅身份證咧，換另一張身份證咧，咁就係免費嘅嚇。咁要 charge 幾多嚟講？即係收幾多錢？如果萬一真係我譬如如果遺失咗或者損壞咗嘅咧，就係370元嚇。如果係更改資料咧，就係460元。Yeah。First of all, we are based on several criteria to determine the phases. The first one is that how long has the current identity card been issued to the holders? The second one is the frequency of the holders that are crossing the control point. And also the distribution, th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s also one of our consideration factors. Just in case,some of the Hong Kong identity card holders, they can't within the schedule to get their identity card replaced. If they are now present outside Hong Kong or in overseas, so if that's such a case, they can just come back within the 30 days on upon their arrival, they can get their identity card replaced, so there will be no problem for them. And for other situation, they may have to explain to us,why the holders can't fulfill the replacement schedule. Yeah, so we'll determine it case by case then by then. 我哋咧而家預計，而家我哋喺度我哋算購置緊一啲流動嘅儀器啦。咁我預計咧就應該係喺2019年嘅第二季度開始嚇。咁我哋而家咧就會係提供服務嘅就係一啲嘅安老院舍同埋殘疾，即係註冊咗嘅殘疾中心。咁大約係有1000零幾十個點嘅。
咁我涉及都有一定数量嘅人士嘅。你有冇话嗰啲院舍咧？你哋会系而家已经要求相关院舍申请咗先，个先头次序系点样处理？其实我哋咧，其实已经系。同啲千幾間院舍就我哋已經初步同佢接觸過，亦都有幾百間咧，我哋去睇過，即係個場地上適合啦，環境上適合啦。咁其實我哋都同佢哋研究過咧，佢都好歡迎，即係好歡迎我哋呢個嘅換證服務嘅。咁我哋咧稍後咧就會發送落實嗰個時間表，即係邊啲換。即係邊一個區會換先啊？咁我哋會稍後，我哋仲喺度研究緊，即係點樣令成個順暢。因為我哋係有一啲人士，到時我哋會有啲同事會流動咁樣提供呢個流動服務嘅。有幾多流動隊去做呢樣？大約係七隊嚇，咁涉及大約係三十零人到。即係全個呼邊七隊都係。係啦，係啦。佢基本上就會係唔係四年咯，就因為我哋係出年第二季先開始，咁大約係三年幾度，咁亦都係喺大約係喺2022年度咧，我哋想完成咗呢一個成個即係呢批嘅外展服務嘅工作嘅，係。其实我哋都有考虑呢个嘅个场地问题，咁但系暂时我哋睇过都参即系已经系到访咗600多间啦，其中千几间入边有600多间咧，咁发现到咧就基本上都适合嘅，只不过可能咧某一个地区咧佢某个网络咧就用某个网络供应商嘅，因为要用流动数据嘛，咁用某个网络供应商嘅咧就可以解决呢个问题，咁所以咧就。似乎呢個就唔係問題，咁而我哋會到訪嘅時候，我哋會做啲乜嘢？我哋會帶咗我哋啲攝影器材啦，我哋會帶我哋嘅電腦啦，我哋會帶我哋嘅一啲閱讀指紋嘅儀器啦。咁基本上咧就會去到院舍度咧，幫呢啲院友咧係辦理嗰個登記手續，咁就會幫佢影相，幫佢套取指模，幫佢攞呢個辦理填埋啲申請人嗰啲資料咯。咁变咗佢就唔需要再嚟我哋九个换证中心度亲身嚟我哋九个换证中心度办证啦。咁个时间表咧，基本上我哋嗰个应该都系同其他馆嗰个一样嘅啫，即系嗰个发证时间。我想问翻就系嗰个安老院舍系有紧人好多嘅长者，佢哋可能神志不清或者系即系老退化或者咩事嗰套啦，佢哋可能需唔需要揾啲指导或者系佢哋有效嘅亲友？在旁協助你哋職員去做一樣，因為我哋都唔知道自己幾多歲分咗佢，叫咩名佢，叫啲字喎，一嚿雲。如果真係有啲真係唔適合辦證嘅人士嘅話咧，就可能會用翻呢個豁免登記證明書嗰個途徑咯。咁而家部分院舍我都知道係有嘅，啲咁嘅人士喺度嘅。即係你已經 scan 咗啲，係啦，我哋會再同嗰間院舍傾，到時係邊一啲嘅院友，譬如話佢即係長期卧床都唔適合即係影相啊嗰啲，咁我哋就會安排嗰樣嘢。咁呢個唔使擔心，我哋會安排嘅。其實而家都用緊嘅，只不過同一個 number 嚟嘅，只不過我哋會即係喺。今个月嘅29号就会有少少唔同啫，咁但系基本上个电话系同而家25980888，其实系同一个电话号码嚟嘅，即系而家市民预约我哋五家人士登记处嗰个办理嗰啲手续咧，其实系正话讲五类人士咧，佢都系用紧呢个电话吓，只不过我哋会用一个更即系方便啲嘅流程啫。陈 Sir， 唔好意思，想问翻咧，头
先你即係、就是、我記得上次你有講過，譬如話我同啲 NGO 合作，即、就、係、是、搞啲團體服務，安排啲長者啊、殘疾人士去換證啊嘛。有冇話具體個操作到時會點嘅咧？同埋都想問翻咧，譬如話假設有個市民佢真係有啲事啊，去即係佢冇得係佢唔能夠喺佢自己嗰個時段去換取身份證啦。咁佢係咪需要喺幾時之前或者最遲幾耐提供嗰啲文件證明？即係需唔需要提供到呢啲證明俾處方咧？定係佢即係口頭同你交代就 OK 啦？定係點？第一個咧就係而家，因為而家我哋開始嘅時候咧，我哋1586年咧，同埋1869年咧，咁都係相對係都係年青啲嘅一啲嘅時段嚟啦。咁我哋稍後咧就會同緊呢啲咁嘅其他嘅福利組織啊喺度商討緊，即係點樣安排一啲年長啲嘅長者去換證嘅。咁呢個我哋會再一路喺度做緊呢樣嘢嘅。咁而另外一個講緊如果有啲人士佢哋要換證嘅時候，佢而發現到佢自己身體上唔適合嘅話咧，咁其實佢係可以同我哋提交一啲，或者佢嘅親友咧同佢提交一啲證明嘅，嚇、嗯。咁、啊、我哋就會有啲醫生證明咧，咁我哋會安排去做發簽發呢個豁免登記證明書俾佢咯。嗯其實呢一個咧，而家我哋都係，我哋而家就先將呢一啲嘅數碼相片，一個高解像素嘅數碼相片同埋嗰個性別咧擺咗落去先。咁嗰個暫時咧就等有關其他一啲嘅局啊或者係部門咧，佢如果要用嘅時候咧，佢喺相關佢喺佢自己嘅相關嘅立法會嘅事務委員會度咧，就再提出呢個用途咯。咁而家我哋就擺耐先嘅，咁就暫時我知佢哋就暫時可能要等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嗰度統籌嘅，咁我哋都睇緊佢有冇到時有啲申請，我哋配合翻佢。暫時係繼續係現時嗰啲啦，譬如話圖書證啊、醫健通啊嗰啲嘅就會繼續會生效咯。是第一那个跟住嚟緊嘅年龄层呢，我哋会喺適时候呢会公布嘅。咁可能係出年嘅第一季度呢我哋会再公布。即係跟住而家即係话1869年之后会有嚟緊嘅几个。呢、這个其实呢个安排呢就係同上一次换证计划都一样嘅。咁我哋通常都係会公布三四个时段，咁就会俾市民大做因为而家太早公布亦都冇意思啊！因为太早公布咧，到时会忘记咗。咁我到时咧，我哋会有啲重点嘅宣传啊，甚至系海报啊，短时短片咧会再提醒市民嘅。咁呢个系第一个。咁另外讲紧嗰个通常咧改几多次咧，就系、是、理论如果个市民真系做咗一个预约，咁佢而家个电脑系统咧就系、是、你如果要改期咧，你就要一个即系取消咗之前嗰个就改一个咯。即係咁，你一路咁改咯。咁但係就當然，即係我哋都希望市民佢揀啱一個時段嘅。咁如果係真係唔得嘅話，係咪更改之前嗰、那個，刪除之前嗰、那個，就再揀一個新嘅時段咯？呢、這個就係我哋會睇啦。咁但係就市民佢如果真係可能有啲特殊情況之下，佢可能嚟唔到嘅話，咁佢。佢我哋都會考慮嘅，咁理論而家咧暫時咧就個電腦就係話，如果佢過咗期之後咧，佢就可以再約個新嘅時段咯。其实1586年大家明啦，就是当年的18岁就是第一批人士啦。其实跟住的1869年咧，都是当年的头一批人士，同埋考虑咗咧就系嗰个出入境嗰、那个次数。咁所以咧呢两批其实人士咧，佢都是当年
最早而家张身份证咧系差唔多系签发最耐嘅时期嘅，亦都系配合埋咧佢哋过关嘅次数咧，亦都系多。咁所以咧，我哋就安排咗呢两个时段先。系十月廿九号咧，其实开始市民咧就可以用一个新嘅网上程式咧，佢就可以系预约到，而到时佢攞嘅身份证咧就会有一张新签发嘅智能身份证。咁而配合咗我哋成个计划咧，包括埋全民换证计划咧，我哋入境处咧就会喺十一月嘅二十六号咧就会有一个新嘅版本，就系而家我哋嗰个流动应用程式咧，到时会有一个新嘅版本上架。咁咧就会到时咧市民可以再下载嗰个程式嘅时候咧，就可以预约同埋透过手机可以预约同埋填表咯。咁将来就算系全民换证计划咧，佢可以喺嗰度透过喺嗰度预约噶啦。咁嗰个就是一个新嘅版本嘅流动应用程式嚟嘅。而家我哋个时间表咧就大约系十个工作天，跟而家一样。咁我哋都考虑紧，其实我哋都睇紧，我哋应该有空间咧系可以缩短啲嘅。咁但系因为我哋啱啱开始嘅时候，咁我哋就稍后我哋先再话俾市民听。咁同埋咧，其实而家我哋透过呢个流动应用程式咧，我哋将来咧稍后咧，我哋都会推出一啲嘅功能咧，就系话如果张身份证做好咗之后咧，就会主动。可以通知翻嗰个，如果你有下载嗰个程式咧，会主动话俾你听有得攞噶啦。咁呢个就吓，如果你讲全民换证就系咯。如果系讲紧而家现时喺五间人事登记处做嗰啲手续，即系譬如新来港啊、你报失啊、唔见证啊或者改资料嗰啲咧，就系已经可以预约咯。咁或者我最后再同大家重复一次我哋嗰个新嗰、那个有几个日子啦。我哋喺下个月11月26号呢，我哋就会推出呢一个新嘅智能身份证。咁而全民换证计划呢就係12月27号。咁而喺配合咗呢、這个新嘅身份证呢，咁我哋喺10月29号呢就市民已经可以系有喺网上呢就係预约。同埋預先填表啦，咁呢三個係一個日子，可以大家市民可以，即係大家記者朋友可以再記得。九間嘅全民中心係幾時開始運作噶啦？嗰九間中心。12月27号。12月27号先開始。係啦，咁而市民嘅講緊係85、86年度嘅市民，佢開始換證咧，就係會係出年嘅2019年嘅1月21号至到3月30号。而第二階段的1968年到69年的人士呢，就會由2019年的4月1号至到2019年的6月1号。但點解85年嗰批少咗成半個月嘅？呢、這個得兩個月，唔係1月1号。呢、這個係啲人數。佢應該係多咗啊，唔係少咗，佢多咗啊。1月21号至到。佢多咗啊，兩個半月啊，係佢多咗添，因為嗰陣時係其實我哋第一批嘅，即係之前嗰批入境處嘅同事咧，仲喺度換緊證，咁所以佢係會多咗啲時段。应该有嘅，我哋或者我哋稍后我哋啲系啦，睇呢个人头分布，我哋稍后我传讯科同事再复翻你啊。